我也不知道怎么弄，我都在听。好的，盼盼安安，那个今天皮应该不会开啦，因为我现在其实关灯状态啊，其实很黑。我刚刚开了皮，哇，盼盼跑进来了，盼盼佩佩跑进来，完了，我们现在拖有三个玩光遇都有泼的赢，盼盼、泡泡跟佩佩。好，现在，意外的话就是刚刚开皮，就他有点侦测不到我的脸，所以可能脸会很痴呆。不要哭哦！你是我想说你在哭什么？我想说不要哭，不然叫错而已，原来是开心抢进来的脸。来边玩那个挂机忍者，边打嘛。反正先打牌，然后等那个谁，等小鱼，等九口，那番茄快关台了。哇，今天早上十点就起来了，然后醒到现在还没睡啊。因为刚刚本来六点有考虑要睡觉，就想说，哎，感觉应该还行，还撑得下去。结果殊不知撑到。现在至少不会像那上次开台开到很呛，就十点睡着吧。那我不是十点就直接关台去睡觉了。每个人都可以进吗？对，就凭实力抢，抢房间，每个人都可以。啊，打过不要再抢喽。你终于来了！你没有在实况上打过吗？这一定是刚刚爆爆的威力。你看有没有？有爆，有爆有机会。怪不得你要上线爆爆。我想说，哎，好难得哦，主动找我来爆爆，平常都是我去找人家爆爆的。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爱情是你独特的味道。吃啥西瓜？吃屁西瓜你！先打这个，我看一下哦。女手杖有东风啊。听什么？我喝的时候，请大家刷仇。干，骂丑八怪，丑八怪，等下来不及啦，太突然了。丑八怪，
还没了只能碰，打出来啊！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ね。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你听什么啊？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つま。哎呦，第一次听到有那种要求说自己丑的，很多啊，我觉得我很丑啊。四筒。啊，来听点什么歌好了？啊，不然听啊，打开西敏的歌单。等一下啊，要听爱呀爱呀，还是我很丑，可是我很丑，然后那首歌哦，我很丑，可是我很丑，对不对？不对吧？靠，要完蛋！武士狂热，又是武士狂热。可是我很丑。可以开灯了没啊？那个飞椅，还有我现在不能开的，我真的眼睛有点痛。哇！干哦！干啊！嗨，我开灯了，你赶快睡觉，我求你了，你赶快睡觉，好不好？燕子，赶快睡觉。有开灯了，我开灯了，有看到吗？我要杠杠，请不要绑架我，谢谢。碰，チーしちゃおっと。哎、欸，还是就是，如果一番的话刷一个丑，两番刷两个丑，有没有？六番就刷六个丑，啊，被小鱼变光光。Leech， 那就是两番是丑丑，讲讲最多两番丑丑就好了。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我至少要丑丑吧，对不对？至少要来个丑丑。
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つも干，我早知道干下去了。信，你要谢谢我没有干下去啊。信，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リーチ、ツノ、ダイヤオ、ドラゴ、ドラ、ドラさん。哇塞！三倍マン。利啦！哇，你对我太好了吧？你是利恩哦。你想刷十二个丑，那你打在 DC 吧。你打在这边，等下被小鱼边掉。不对，那些有意的我都不想碰。什么意思？哦，那些都有意，我不想碰。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啊，我分心了，我跑去玩其他游戏啊！白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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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信那只好香，你在讲什么东西？他哪只好香？哎呦，信你被夸奖了。鸡脚的，那只脚哪一只脚？第三只脚。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ロン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活該活該。我感觉佩佩很适合这一支耶。天哪，你好丑，谢屁呀、啊！
草佩佩。天白。草佩佩。一一発ピンフドラドラに。ハネマン。丑妖九。佩佩你好丑。嗨 ，Hello Hello， 你先吃饭吧，不还没吃。二三，李奇生安安，你好你好，一排丑，对，你开播前就吃了哦，哎、欸、对耶，310块嘛，想起来了。啊！哦，没了。李吉，一二三，斯诺，不是啊，我不是倒数一二三胡牌啊，我是想说算番数。安安，芝芝你安安，芝芝你安安啊！快点，你把信拉下来的话，我们有机会打到男一哦。什么叫猎物跑了？你想干嘛？找了断腰酒啊！说啥呢？谁是你的猎物？看，焦りは戦略転換の判断力を低下させる。嗯，反正清一色一宝牌也够了，差不多哎，六番，一二三。
例子一发，是不是在你那边？你听什么？一发ツノドラにドラ，对啊，一样六番。ハネマン、リーチ、ピンフ。好扯，竟然没有。你听什么？发财？我刚没有看到。多少？任務完了。五八？没有，不在我这。好啦，感谢佩佩啦。怎么还想飞了我？过几天再说吧。罗伦安安，不用等到下辈子啊，再过几天就有机会了。太无情了吧！看，不够坚定的意志，什么东西？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什么叫不够坚定的意志？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宝牌直接丢了，然后想讲好方向。给他死！伸懒腰。你看他杠了几个，我李宝牌定中了吧？一二三，混一色，多少？四五六。魂是多少？对，六。然后咧，一发八。什么？哦不，他回血了。
哇，有这么好吗？哇！哇！哇，不行，这个太香了，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要，我没梦想，我没梦，没了没了没了，他们都知道，我要做青老头了，没有国啦国啦，你们都丑，你们都丑，你们都丑，你们丑，哦，你们这群丑，丑国，对，我要丑国。看丑国出现了，不什么啦，不屁呀、啊，我爽怎样？这样不香吗？丑，哎，很香哎、欸，碰碰壶不好吗？对吧？理解。不行，猎物要跑了，猎物要跑了，各位，猎物跑了。屁啦，怎么会没有出来？还能剪精华，不用了。国士剪。讲话了啦，听到没有？讲话了啦。先说你要的，我没有。没事啦。龙，龙，不会被捏走了吧？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不可以这样哦。河底摸鱼，拜托，海底捞月。没了，丑了。抢到就唱歌，谁？你位牌吗？你是位牌，谢谢你。満貫法廷トンラブトントイトイ翻弄刀ドラさん百万。谢谢奉天，谢谢醉醉，谢谢暗夜麒麟。你是不是胃啊？感谢你。奉天有在聊天室打个字吗？说说你是谁？我要谢谢你。粉尘，你改名字了哦 ！Hello Hello， 想说不用特别改名字啊，只要常出现还是会认得出来啦！哇天哪、啊，你谁银霜哦？好，
怎么又亮亮的？半爱回来啦，睡啦！哦，是你哦，感谢。这样你是最后位牌了吗？不然我可能就要出去看一下你怎么打了。想说队友太好了吧？因为你昨天这样说，怕认不出我是谁。对啊，因为陈跟你那个那一串英文，我是会搭不起来啊。不行啊，我要碰碰壶。我要碰碰壶。两张10000跟一张鸡在我手上。哦，可恶！好啦，谢谢你，谢谢你。我还指望说最后干嘛？我还指望说最后可以最后自摸。不是断腰酒而已吧？哈！不要！教主聊天不拉吗？哦，等我一下哦。什么聊天室？哦，对对对对对，等一下。心を沈めねば。我要碰碰壶。看。哦，好不好意思哦，哦，今天好容易讲话哦。好、oh, 你给我下去。ドラゴ。ハネマン。你想说阿亮不在啊，什么亮？亮你真棒。对啊，是不是我下一家都是会来个先丑一啊？哎、欸，丑一耶，这是丑一耶。丑一是什么意思？一番，丑丑一番。主要是那个啦，小鱼嘛要收店，然后还要吃饭。再来是啾口的话，是因为那个，他是上班族。所以他下班有时候都我真的是怕他太赶，赶着说一定要陪我玩游戏还是什么的。我想说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不要这样子。我说你以你上班为准，我这边还好，这边可以等你没关系。哎、欸，我
还是应该把这两个拿掉。上一场佩佩就被刷一排，啊，没办法啊，啊，上上场，嗯，啊，这第二场吧，欸，第三场了哦，好抱歉，第三场了。陈俊安安安，这样的陈俊安安安，伊莲安，哇，会不会哇？要这样子，我压力很大啦。你刚东一没胡，东西，阿水蛙又是谁？我也要喽。理解。哎，继续玩我的点击忍者，挂机忍者。最后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リーチ、弾矢を。你的五万怎么了？被他摸走了。哇，可怜，在你宝牌里面，你什么都没有了。可怜呢，可怜呐。哇，好可怜。啊！我好想吃寿司了，虽然还没有吃啊，虽然还没有吃啊。挂机忍者，哭了。吼吼！虫啊！
一二，哇，我是不是有机会国士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没希望。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リーチニャ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ロン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わあリーチピンフタンヤオ三色同順ドラドラニドラバイマン今天是不是大家杀气腾腾的全員こちらを見るのはやめろわ今天大家都很火爆哎，感谢火鼠来不及讲。他刚刚有打吗？这个是……哦哦哦！今天大家都很火爆哦。拿刀没有比较凶哦，对不起，你是生母，你比较凶，好不好？你今天拿什么都比较凶。下辈子不要投胎当飞翼了。今天大家都很凶哎。不知道小鱼回来了。ちょっと惜しいけど、使わないんだったら足手まといよね。存在长赖定没 PT 走的我应该是第一次跟你打吧。七，换个角度想，你差点就再跟我打一场了。感谢佩林的宵夜钱，谢谢谢谢。可是宵夜能吃什么？我想一下哦，便宜的饮料应该还可以。喝饮料咯。まずいの。哎，靠腰，对不起。哎，你看今天就好了，昨天是故障哎。哎，你们昨天应该说，哎，应该说半夜晚上的那个时候。那时候故障不是你们那边什么没钱的干爹一刷到六，所以我刚刚是不该走的。没有，你如果没有走的话，人家说他刚打过了，我就按下右上这个离开的按钮。你要诚实哦，要当个诚实的小孩哦，是不是有希望啊？没有，你再不来啊，醒醒，醒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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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洗过澡，
行了行了，睡意都没有了，好吗？心を沈めねば。ち。哈喽安安，哈喽哈喽。リーチ。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哎、欸，你这样不优哦，啊没了。没事。我要刷丑了哦，刷一杯口很。啊，嘎嘎。嘎嘎嘎嘎，干嘛？没事，你很好，你继续，你很好，玩得不错，玩得不错，你继续。进过就不能再进了吗？对，今天呢、啊？因为机会留给其他人啊，不然很多人那边该说很难抢，对不对？对不对？很难抢嘛，各位。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人从头到尾没有进来玩过的。没有，应该是没了啦。因为有一次玩了五小时、六小时，然后聊天室其实已经进到都已经没有人了，我还跑去跟电脑打、欸。蹭一下妹子，我也要。会被请走，请去哪里？有妹子哎、欸，没有一次好抢的，有啦。那种七早八早台那种台，我开了三分钟，完全没有人进来。你可以问一下信，那时候就好像我跟信在房间里面等了很久，然后两个位置还是空的。我想说这样子的话跟电脑打了哦，信我们走。我记得对吧，东一开始讲，哇，这个是你看冠良在这边讲话，这是他的抢房体验，东一就开始输入密码。嗯，六也没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那天有看到，但在忙没有抢，没事啦，我一直甘心酸的。可是延迟八秒在抢的，你至少不是延迟个什么五六分钟在抢的，好不好？东一局开抢，
哎呦，忍不住了哦。哦，话说今天播完完全没有 YT 通知，没有吗？我觉得很正常耶，因为最近不是在搞吗？搞东搞西的哦，小铃铛也没有用啊。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波紋怎么了？波紋怎么了？神社の鎮竹林。日麻之神保佑我，下一把可以抢到。然后你要唱歌了吗？在刚好跳番数的时候，哎、欸，不是哎、欸，因为如果当时有人赖着不走的话，就会很为难啊。有时候在抢的时候，哎、欸，我要死了。在算番数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会很赶快的跳出去，赶快踢人。帮我慢慢踢的话，有些人赖着不走的话，你们输入密码还是没有用啊。リンシャン、ツモ、イーペーコー、チンイツ、ドラニ、ドラ。三倍満。欸、今天什么？三倍满是不是加倍啊？不要再伤害我了。八牌已经保佑我下一把能够抢到。好，保佑你。刚刚佩佩就是上光遇跟我抱抱啊，就抢到了。我要使用速攻魔法，速攻魔法。感谢敬业的15个月，三倍满再加倍，不是四倍吗？哦，汤，他说原本可以抢到的，可是电脑那个就没了。听他在讲哦，没事啦，没事啦。我们要相信西敏好不好？要对西敏温柔，有耐心。心を沈めねば。我爱吃爆米花了。早安，早安，你好。嘘，爆米花。我现在都不能沾手吃爆米花，我都用吸的。你可以拿一双筷子啊，不要他把筷子放下去。找一个女仆，不是你，啊，你不要想了，那个女仆不是你，找一个，哎、欸，女是女哦，啊，萌妹子女仆在旁边喂我吃，不是更棒？等一下，为什么今天大家的牌都这么凶啊？
是啊，是啊，是啊。嘎嘎，我死了，你爽了吧？好，赶快开抢，开抢，开抢，开抢！感谢冠良生母嘎嘎。好。奇怪，平时容易入难的啊，怎么今天大家杀气？因为礼拜五了嘛。玩游戏，大家拜拜。哎，今天至少一个小时内打了五场了，哎，可以吧？没想到受伤的会是我，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好惨哦！我想要速攻魔法，赶快跑，跑不了，脚被黏住了。啊！怎么我的牌变成这样子了？我们又快四暗刻了，做梦吧！阿凡醒醒啊！四暗刻耶，阿凡，繁星。卡在喉咙，你吃爆米花你都不嚼的，只用吞的、喔。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直接吞爆米花太狠了。对啊，还是你那时候是吃玉米粒，然后因为你的喉咙温度太高，然后爆米花在你的喉咙里面爆开啊。我现在唯一想到的符合的条件就是这个了。天敗。是吗？现在是不是因为爆米花在你的喉咙爆炸，所以卡在里面？哎呦，飞蚁啦！哎呦，你骄傲的飞蚁！哎呦，我真的是很烦欸，
我开啦。谢安安。喉咙爆炸感觉很猎奇，不会啊，是爆米花爆炸，不是喉咙爆炸，好吗？你这样跟什么煮东西锅子爆炸一样，没有啊，不是锅子爆炸，是……哎呦，虫真的很烦呢、欸，我快被气死了，比起司蛋糕还气人呢、欸。哦哟，我真的会生气哦！把玉米粒跟糖吞下去就会变成爆米花了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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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还要拿个锅铲，应该太大不可能。你拿个拿什么比较适合啊？直笛好了，你要记得去搅拌它，不然它可能会粘在你的喉咙，会那个。会沾锅边。哈哈，うちの手のひらから逃れる福運があるとは。爆米花还需要油，对对对对，油糖爆米花，玉米。啊，看你喜欢，也可以加一些巧克力啊什么的。あらら、しょうがないの。今天的杀心好重哦。怎么会这样子啊？体内爆开，没有啦，它不会到体内，只会卡到喉咙。噔噔，今天是口人日马吗？不是，但今天很容易杀到人呢、欸，好恐怖哦、喔！今天有成功冬事结束过的吗？没有吧？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有啊，第一场有 哦，好吧。天牌。太扯了，我要去看直，我要去翻牌谱了哦。一二三，牌谱我来了。你他妈的给我刚关，打牌就打牌，不要给我打字啊！哦，意思，你是不是偷看我的牌啊？没有哦，为什么要说干你的牌？干呀！白痴，我还把一饼打出去。哦，好。只有声音跟聊天室，我不听，我不听，王八念经。
哎，我们来抵制怪人。我跟你讲，不止你好不好？理解。像利恩，那谁，利恩、柴鸟他们也都会在聊天室打字啊。我看屁呀，打字啊，看我的台。气。我不是打字啊，打牌啦，看我的台干嘛？啊，我也知道每个人都会跟我讲啊，啊，我只是说，干，给我乖乖去打牌，好啦，其余的自己补记录档，听我讲了什么，对，你没得反驳，呵呵呵呵呵，包回来了没？小鱼回来了吗？今天是霸道教主，没有霸道啊。你看，这不是很好听吗？人家怪人又叫人家不要看，现在一直在问啊，你那个今日最大有被超过了吗？还是那个会变成本月最大鱼？我那天变成第二名。哦，你本来第一名哦。啊，怎么办啊？怎么办？这牌怎么打？没有在本月出现，哇！没想到这个过气游戏还有人在玩。跟那时候魔兽世界一样，那个什么钓鱼大赛，竟然还有人在玩。我那时候想说魔兽世界那时候已经很久没人，已经没人在玩钓鱼大赛，然后每个月去每个礼拜去看一下钓鱼大赛去参加，结果还是有很多人在玩钓鱼大赛。我只想要钓鱼大赛的钓竿啊。几系想要个钓竿。昨天打牌的时候遇到一个疑似超能力者，一个半装连环十一局，他自摸了六十全都统着混银色、清银色。哇哦，太神秘了，真的太神秘了吧！
像西敏寺爱三那一款游戏了。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リーチや。好了，我要来发动超能力了，抢不到房啊。つま、これぞ天赋。没事啦。那、啊、你不是删游戏了？抢什么房？你不是把游戏删了吗？来吧，盖人！最後の十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あら、ロン。リーチ、パニャオ、ニャンショップ同順。你好。哦，你好丑哦！丑人，不要再进来了，丑人没有了。丑人，丑人，给我下去！丑人，感谢感谢，看到没有？他就是傲娇。前几分钟说删游戏，你看现在看到有没有在这里？他抢到直接尖叫了，哈！你好丑，你好丑！我现在只剩下你好丑的话了。有看过烘焙王吗？不是那个胖子吗？他是说忙死了，忙死了。我现在只剩下你好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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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丑。你好丑，你好丑。最后没办法。那所以咧？所以呢？所以呢，没办法。ボンです。チー。所以决定筹一把哦！天啊，我要把你编了！你实在是太嚣张了，决定把你编了。为什么？因为你丑，好吗？就像人家说的，如果花圃里面，你的花圃里面，就是你的花园里面，如果要摘一朵花的话，你会摘什么花？对不对？那正常人会说摘漂亮的花嘛，但是有些比较另类的，就是说我会摘丑的花，为什么嘞？因为不允许我的花圃里面有丑的东西存在。他唱歌了，我要进去咯。我唱到一半都被骂脏话。这是在唱吗？哎呀，进来了。骗子，是我那个还是姓那个？骗子，我那个骂丑人，骗子，姓你就不要不唱啊！
一群骗子，妈的！骗子都是骗子，去了不去了。本です。小四喜，没有吧？自一色。我都好痒。可是不适合播放，欸，我以后警告你们哦，我还是有底线的哦，就是不要趁我不在，然后你们去可能唱歌还是什么东西的，然后去炫耀这些事情，我一定会很不爽。就好比我真的要讲一下我的底线，大概差不多的底线哦，就像像西敏或呆鱼吧，好像见过克洛伊嘛，就是一直在那边提还是怎样的，也不是一直提啦，就可能会拿见过克洛伊这东西拿来当话题，还是一直在聊啊，我就会觉得说啊，不是啊，你们见过我没见过又怎样，还是什么之类的。那再来就是好，你现在唱歌好了啊，有时候可能问说啊，你什么时候唱歌啊，你们就会说唱过了啊，今天唱过了啊，啊然后什么没听到啊，可惜什么之类的。哇，羊驼之歌又不会，又不是脏话，白痴哦、喔！那个很早以前就有了，那个阿西时代的时候就有了，好不好？就跟要抱抱一样啊！听到了哦，如果以后谁谁谁在唱歌啊，我又在忙着开台没办法进去的话，就不要跟我讲了。你这样就跟其他人在开台，然后跟我讲说谁谁谁在开台啊，像不像？你跟我说。就草泥马之歌啊，我觉得那首就还好啊，他们就常常把一些明明就还好的东西就喜欢夸大夸饰，他明明就没有怎样，又讲的好像歌都不能播一样。有放音乐，我叫他闭嘴啊！什么梦想啊？你说剪阳寿的梦想吗？你是说剪寿命的那个梦想吗？不可能。你看我在打国师无双，我的对家西米也在打国师无双，不是因为太多次了啦。好，就算今天是播版权歌好了，那个谁，我在开台的时候，你们讲了几次什么子瑶在唱歌啊，西米在唱歌啊，或是林毅在唱歌啊，然后也都说什么刚唱完啊，还是什么的，我说。他唱完都不要拿出来提了，拜托。而且就算刚唱或没有唱的话，就不要拿出来让我看到。你知道我怎样冲进去叫他们再唱一次吗？啊，就叫那又怎样？我现在在开台，我冲进去的话，他们会唱吗？他们肯唱吗？不可能啊！有几个敢在实况上唱歌的？除了西敏、泡芙，其他没了啊！你要只要在实况上唱，不可能啊！好听归好听啊，那时候是私下，
那是私下我录音，然后我还问说可不可以传。我本来想说，就不想要以这件事情来怎么讲，就不要来，也怎么也不说计较这件事情了，因为就觉得啊不是啊，啊现在是怎样啊？我在开台，你们在拖里面嗨啊，你们继续嗨你们东西，啊跟我讲出来干嘛？要跟要进去跟着嗨哦。不是吧？你看，我今天在开台，我在工作。那如果今天我是在，好，比如说我们四个拖着在玩抓鬼，那怎么办？我要丢下他们，他们三个人冲进去听歌吗？没有啊。那时候也是，我们抓完鬼之后，然后上面那个谁，盼盼在唱歌。我们也是抓完鬼之后才上去听的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第一次看过教主打牌这么认真，太帅了，我喜欢。怎么认真？哪里？那请问我平时是怎样？多轻浮？多吊儿郎当？打牌很认真，不讲话蛮帅的。不讲话那代表可能，那可能不是轻浮的好吗？不是吧？那不是帅好吗？那只是可能生气不讲话。你怎么会觉得不讲话觉得很帅啊？认真等于没讲话，那搞不好我是不开心啊？有没有？
他们惹到我了啊！我在生气啊，所以不讲话、啊。因为其实我讲真的啦，怪人是最近才来吐窝的嘛。那其实怎么说，他也是最近才在吐窝活跃的嘛，所以他其实很不懂，应该说什么跟我的相处方式嘛。而且又受不了他常常喜欢自己作死那种感觉，明明知道大家不喜欢，他硬要去作死扮小丑，我就觉得说你干嘛这么作死？啊，没有啊，什么之类的。我说啊，你就是有啊，有没有怪了你？老实讲，你是不是都很喜欢去扮小丑？如果丑到之后自己被欺负，踩到你的雷点。我没有说唱歌的事情啊，我刚没有提你说你唱歌的事情。我是指你作死的部分，不是指你刚刚有说唱歌的部分。因为我就觉得在这边很没必要啊。因为你自己作死可能踩到你的底线，你最后那边凶人还是怎样的。就忍不住想开骂，但有时候怕他走心，就怎么说，熟得太快会导致不了解这个人啊。我单纯不喜欢弄我烦到我身边的人而已。可是你要想欸，好，你身边的人好不好，那啊，万一你身边的人喜欢在这边聊天，对不对？啊，可是你就是看得很在意、很介意，你会觉得你可能融入不了还是什么的话。海狗安安，难免的吧，对不对？好，今天好，你身边的人被弄到不开心，好了。那是不是要当下直接讲，而不是拖到很后面才讲出来？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哦，雨声好大哦，等下抓鬼会不会听到声音啊？你当下有表示不开心了？ロン。你是表明的吗？那请问之后还有后续吗？平和的人物手上拿到19，还是优先？请问如果我想解平和的任务，手上拿到19牌还要优先丢吗？不是啊，你就把很难凑到平和的先丢掉啊。那后续没了怎么上次还会
弄出那件事情。盲干。后来那天不开心，是因为我觉得被挑衅了。那就对了啊。感谢葡萄酒节、红心、金敏白。所以我就讲了嘛，你们有时候就是因为相处太快，认识太快，彼此不知道自己那个啊，彼此的那个嘛，拿捏的程度到哪边啊。哦，调戏。还是抢不到，打个段位，然后听教主的声音睡觉好了。晚安。哦，听不到游戏声音了啦，烦呢、欸！我把游戏正常都不会在别人男朋友，我来疼你这句话吧，正常都不会在别人男朋友，就说我来疼你这句话吧，就这句话理智断线。那你觉得该怎么办？早出现在这边，还是怎样？第一集和好了。像佩佩好了啦，我也尝试那个啊，不是尝试啊，我也常在那边跟他讲说，什么他是有男朋友的人还是什么的吧，我也常在开台讲这些事情啊，因为他怎么讲，他身边男生朋友也很多嘛，啊，我也没有说太介入他们交友啊，啊，我只是想说，他身边的男性朋友过多的话，一方面。她男友知道的话也会不开心啊，所以我也是常常在那个台上都说什么，你男朋友什么日题吗？怎么放弃梦想了？还要跟怪人聊事情啊？哦，而且下雨声好大，我都要吼的，哎，根本听不到声音。亲一次，ドラドラ。我想说，我不是混音色吗？ナントン混一次。看错角色了。下雨天我超怕我家跳电了，还没帮电脑买个被。哎，对，我也想要买。反正现在想要超杂音，那是雨声。现在没了，对不对？现在没有了。
对啊，没有了，因为现在雨停了，等下又要爆了。我去年坏了四张记忆体，我也很怕。他是个人资料露出还是什么不在意，可是泡芙会在意，我才会比较神经一点。哦，那你不是说吃没事和好，你还在讲？好啊，多来筒子条子啊，不不，筒子腕子啊。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ミスでしたか。はっ。はん。はっ。谁谁谁，谢谢安安。哦，想了一下。わらば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だ。啊，那种手游转成手机版的，很无聊吧？而且还会自动练功，少很多当初的感觉。没办法，因为现在以前的那些人都长大了啊，上班地方没得玩啊，所以很多人也只是玩回味的啊，会不会玩到后面是另外一回事啊。杠哦，手痛，手动练很少见。哎，师傅都有自动练功哎。像我姐在讲说她在玩什么御手魔力，我说那是师傅，我玩师傅干嘛？还在跟讲说，可是有个实况组在那边玩那个啊，有玩师傅的、啊，我说那其实不能实况，而且真的要讲是可以实况，可是万一。官方去告那个人的话，他告得赢哎，因为加车师傅本来就是私人伺服器啊，
那表示说你是在跟正式服在抢人还是什么的，也不算盗版啊。应该说可以实况，可是但是出事的话你也会出事。就像今天，今天有人跟你讲说，这个不是正版的光碟，但是玩没有事情啊。就像那个好了，比如说动森的 Amiibo 好了，有没有？你扫没有事，真的扫会没事啦。但是真的要抓的话，还是会抓出事的那感觉。官方有刻意要抓的话，你还是会出事。但平时扫的时候不会出事。魔力宝贝好玩吗？不介意新手玩了。当初玩的时候还可以啊，因为现在装备其实跟正式服一样，买不太到前期的物资了。然后魔力哦，你喜欢回合战斗吗？就类似早期的那个勇者斗恶龙。然后我要讲一下，我做一个超好笑的梦。我梦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有医院，他缺，就可能因为那个疫情缺护理师那些。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那个急诊室里面。然后重点是医生在做开颅手术。然后那个开颅手术，你也知道开颅手术是一个多恐怖的手术吧？要把头扒开，然后看到里面的东西。然后当时我进去的时候，他头用那个电锯，那个人家磨打磨的东西锯开了，切开了之后，看到里面的脑袋嘛。可是脑袋里面蹦出一个小精灵说：“今天是礼拜二跟礼拜……我们……”他说礼拜二、礼拜五才能开颅哦，今天是礼拜三的，所以不行开颅。然后医生就说：“哦，好，不好意思，把那个就想说啊，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想半天，就是想说啊，不然先坐下休息好了。然后突然就是远方我家人在对我招手，招手说什么？他的预约剪发已经到了，然后就去坐在椅子上准备剪头发的时候，那个医生把我压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拿剃头的东西开始剃我的头发。”我那时候就刚开始想说啊，头发也长了，剃一剃好了，没关系。可是剃到发现很后面的时候，我后悔了。然后想留头发已经留好长了，要剃掉之后觉得有点不舍。那就是当剃到，就是已经头发已经被剃到了，大概已经99%了，剩最后1%的时候，我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到说啊，对你可以时光倒回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喊了波罗波罗蜜一样，就是那个时光倒回回去，然后回去剪那个头发被剃之前，我就想到说，对，那就再倒回去那个，因为礼拜三了嘛，我就倒回到礼拜二，我们就可以继续开颅了。然后就事情就这样解决了，有点乱啊。简单来说就是，我因为剪头发那个产生了一个时光倒流的能力，就这样。月光宝盒就很奇妙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梦到那样东西。医用古具不是，那个我梦到的，他是拿一个那种打磨机，有没有那种很像砂轮，就是电动砂轮，那是割一些纸，哇！现在试试看能力还在不在？不行，我可能要被压在理发厅吧。我讲那个头发现在真的很长哦，你没有说到太长了，就普通长了。有没有普通长啊？
反正头发绑起来一定没问题嘛。哦，对对对，你们在追那个吗？就是一个团，哇，彩虹色的吧？不是有个狐狸吗？还是什么的那个的？里面不是有个金色头发吗？然后是旁边撩起来，然后是侧边是拨起来，然后绑一个小马尾的那一位。我有试过这样绑欸，我还真的绑得起来了欸。梦到时光倒回，异性缘上升，就金色头发，我不知道是谁欸，我没有在看啊。不是他们是五个人吗？其中一个是什么蓝色头发、白色头发，一个是黑色头发吧？白痴不是，本来是狐狸，然后狐狸人设定吧，然后什么好像不会做菜。我不知道是谁啦，我去查查。哇，你们都打一样，那应该就是他了。为什么我是找到什么好像海洋奇缘的东西啊？我查错东西了吗 ？V E V T。哦，对对对，这个这位啊，他们是不是什么黑手党设定啊？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反正我现在可以扎成这样子，不得不说绑起来还蛮好看的。自己在那边说。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好大声！哦，我们又一场成功的活过东市局了。好，感谢三位。你到底是谁？你又是谁？又是一个没有打过的，你是谁？请问繁星的粉丝是谁？哪来的繁星的粉丝啦？哪用多啦？我。你不会后悔吗？取这名字。哎、欸，按准备啊，请再按一次准备啊。这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这样出去招摇撞骗的好吗？你不知道你的粉丝小号很多吗？我知道啊，怎么？哎、欸，八八八，来来来，三个八，三个八。好了，那个晚安，静月晚安 ，Good night，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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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ght。哎咻，哎咻。地址放三家，没事啦。繁星的粉丝谁？真的是谁？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嗯。小鱼说会再晚一点。リーチです。
我不知道家人晚点会不会把我叫到人打麻将哭啊？那看你啊，不然就今天一直在打麻就好了。我今天不然就一直打麻就好了。我昨天东一飞了三个人，好爽啊！啊，我要回你什么？哦，你要我回你什么？你说嘛。你这样，我要等等开浪房星天天过年。你开了也不能抢进来啊！没了，没年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G， 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ポン。神様への引き物、準備しておくのじゃ。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没有就说开啊，说开什么？没有就说开，什么意思？怎么？太狠了吧！天牌在谁那？我那个号还是其实你那个繁星的粉丝不是我这个繁星，还有谁？还有谁？是我，哦，是我。上大学那个了嘛，哇，那你们老师应该很爱你哦。哎，我记得已经有三个繁星了吧？一个是西米嘛，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谁啊？眼睛突然好痛，气，然后打了气出来。睡得少真的不行，你爱困了是不是？气，想睡了是不是？小西敏，你说繁星计划吗？对啊，这是繁星计划。繁星，你有什么计划？应该是没有啦，没有什么计划欸，其实没有想睡啊。你知道我今天跟一个人说，我跟他说你累不累啊？他说还好。然后我就问他，没有，我问他，我又问他说你会不会累啊？他说还好，我就说，可是你昨天睡很多嘞，你娘嘞，对不起，骂脏话。我说，可是你昨天睡很多哎，他就说，
对啊，所以睡饱了啊。我说不是，睡很久很累，所以你要休息的吗？我说这什么歪理？我是说，你看啊，不是有这种越睡越累吗？你睡太久了会累，那累了就是要睡觉休息。他说，所以不会累吗？哎，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看太久眼睛痛，我容易看太久，休息啊，去睡觉啊，睡累了再睡啊。你看我 DC 发的贴图，就是我现在的状况。你发照片哦。你是喝酒吧？運命に影響のないものは必要ありません。你跑去喝酒哦？你不是今天去庆生还是什么吗？干。没有喝。つもごめんなさいね。晚餐还吃得下吗？不用理他啦，他就只是喜欢该该而已。他喜欢该该，该该不喜欢他。你没有吃？你是不是熬夜没睡，然后吃不下的那一种啊？很忙很呛。是那种状况吗？就是熬夜熬太久，然后会没有食欲，吃不下，然后身体会晃来晃去。哦，原来你有吃哦，去死吧你！理解。我会吃不下呢，但是确实晕晕的。对啊，就是熬夜就是这样子啊。来，刚刚诊断出来了，对吧？繁星医生诊断出来了，你就是缺少睡眠。那等一下去柜台付医药费啊。刚帮你诊断出来了，你没有确诊啊，你只是缺少睡眠，好不好？下午 po 了照片一堆肉，你是说他的腰哦？哇，西敏，你怎么可以把照片露出来？天哪，想认识你这么久，从来没看过你的腰，你竟然把腰给怪人看？原来是腰吗？我没有看过啊。哦，原来是蛤蟆哦。他说那块肉是蛤，蛤蜊的蛤。西敏好扯哦。哦，这一堆肉，哎、欸，我讲真的，如果真的吃饱看这一堆肉，真的会无感。你这就只是，你这是牛肉还是猪肉啊？感觉是猪肉哎、欸。就你跟我讲说牛肉，哇，你牛肉全部煮到全熟哦。也不是全熟啦，你煮是老了吧？这是你的腰，牛肉跟猪肉都有。对啊，我觉得你这个肉拍起来很不是很好吃哎、欸。你会拍照啊？啊，对你不会。你总是用这个角度拍啊？你要再近一点，有没有？你要拿筷子
先沾一个料，然后夹起来，手还要抖的那种姿势再拍。那我要传爆米花在日马风能院里面。那可可豆是谁啦？他怎么上光遇了啦？我传爆米花在日马风能院。リーチ一発。トイトイ翻浪と。マンガン。这是我的爆米花。哦，你是吃寿喜烧哦？对面是克洛伊哦，你完蛋了你，我 ban 了你，让你不能打字，拒听静音，我看你怎么办。然后什么？静言希敏，静言，哇，有出现一个图哎，好可爱哦！希敏消失了。满星几点抓鬼？人还没起呀、啊。而且番茄说可能要下去打麻将，然后算。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
定めは絶対です。差一点国。等一下，我先问一下哦，小鱼跟又快好了吗？好了，阿 Joko 嘞，好，阿番茄嘞，你知道我要讲一下哦，刚刚西敏让我想要关掉直播串流了，我刚刚只差了真的一点点的时间，我就直播串流关掉了。发生什么事情？啊，西敏惹我啦，没事啦，没事啦。没有，因为稍早我有说过，不要在我面前提到一些我根本没有办法去做或不能回应的事情啊。就像你们说谁谁谁在唱歌啊，我总不能中途跑进去唱那个吧？像比如说子瑶在楼上唱歌好了。啊，我难道现在冲进去只要会继续唱吗？会吓到人家吧，也不能这样子做啊。啊，你是要关台然后冲进去听是不是？好，那再来是也不要跟我说你们什么谁谁谁吃一起吃饭，可能看到了谁谁谁这样子。啊，我稍早也就是摆明的就是说不要一直跟我面前提说跟谁谁谁吃饭的还是什么之类的。今天晚上陪我们了，哦，好吧，那我继续打麻吧。好啦，那个Joko跟小鱼休息吧。哎，不对，你不是说你家人出去三天吗？今天第三天了哦。没有要抓了，没有要抓了。哎，看，人人都有机会，小技巧，在结束画面跳出来前几秒。哪有啊，
我就也抢不到辽离的台的啊。我想说阿靖的台我没有抢成功过啊，辽离的台也没有，从来没有抢成功过。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哇，九连宝灯要来了吗？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誰敲我？啊，这是赞美教主直播没啥延迟，真的很友善。这边真的很好抢，你个头啦！啊，这位泡芙啊，他是，你应该只是刚点进来而已吧？你看，他可能是刚点进来啊，你们已经排很长的队伍了，他刚好是插队插进来的那种。他其实每次刚好来都刚好抢得到。所以欢迎炮击他。S， 我真的刚来，因为我知道你是刚来啊，因为隔壁不是刚关台。白天比较好抢，哎，未必哦。白天有时候心情不好啊，心情看心情哎，白天有时候也可以到一百多人。你总是要把这粒子改掉，还是你喜欢这个粒子声音？完蛋，你听什么？这张，白天我打到两次，晚上也抢不到。早上八点最好抢，白天我抢不到。你不是在睡觉吗？哎，干，我为什么要碰？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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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芙的阴谋完蛋了。这粒子很可爱，很吵哎。リーチ。ロンなのです。老人家耳朵不好。嗯，好啦，至少听牌了。完了，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ロン。来，你要什么牌？喂，给你。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最近的牌域怎么那么小。欸，我们稍早在那边厮杀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哦，这边从我杀人之后，这边这几场
我们都在用生命在打架哎、欸。你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记录档。我们是用性命在打牌的，那个两倍满跟三倍满都会出来，这么刺激哦、喔，很刺激啊！你问他们。阳寿打牌应该还好吧，那个牌应该不算是阳寿吧，可能只是走路会踢到东西跌倒的程度而已，应该吧。嗯，欸，我刚刚有什么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踩到乐高的痛，你是说会呼吸的痛吗？哦，好痛，我的，我现在是肚子有点痛了。这副牌，你带牌，怎么起手就这么好了？没有啊。懂了吗？稍早我们前面前一个小时的战况大概就是这样子。奥夫加油！好啦，不然我等一下打完这场休息好了。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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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睡了。我也醒了12个小时了。那快了，还没啦。哦，那快了。利恩，我能不能关台就靠你了，利恩。要调作息了吗？也不是哎、欸。如果过阵子天气又热下去的话，我作息会乱。热死了，感觉快了、欸。其实今天我又穿回短袖了。好，感谢利恩，感谢泡芙，感谢良缘，谢谢谢谢。投げかなくてもよい。なんじら凡人がわらわに勝てるのは当然なのじゃ。我踢人哦，走开！我终于可以踢你了吧，臭菜！走开，臭菜！没有要打了啦，没有要打了啦，克洛伊要打，我们私下打。没有要打了，没有要打了，好啦，晚安，晚安，晚安，私下再来打。等一下你们开房，我进去好不好？那臭菜啊！我那时候早就想踢他了，结果他合同大把的哦，痛死了。好啦，感谢啦，那大家晚安。本来想说绑架的，怎么可能？好，谢谢谢谢，那我们明天见啦，明天片剪完了，所以早上可以开，欸，好啦，大家晚安晚安。